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快乐，安息日平安。真的很高兴又迎来了安息日，这是每一个星期我们最盼望最喜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家，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非常愉快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还是要同样把问候带给所有此时此刻和我们一同参与安息日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们是身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祝福您安息日平安快乐。那么今天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因为在耶稣的大家庭里，我们时时都会有这些新生的姐妹弟兄来参与。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上帝的大家庭，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亲如一家人也是看到了我们 A 大姐妹从这个假期回来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形象，好的，特别的愉快。那让我们M 总弟兄给我们音乐，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大家一起互相问候一下。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用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好的，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自己的座位上。请大家能够尽快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要开始开会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神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保守我们过去一周平安喜乐，今天我们又相聚在您的殿中来敬拜您，领受您的恩典。主啊，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您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您，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求您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能够坚守真道，坚持真理。主啊，也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今天的世界，能够坚持的与你同行。天父，也求您卸下我们身上一切的重担、软弱和疲乏，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仰望您的怜爱与信实。主啊，我们把今天崇拜所有一切的项目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带领。主啊，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愿平安和喜乐归于他在地上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现在方便的请起立，不方便的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吟读经文，唱赞美诗，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诗篇第九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和我一起读。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
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流眼泪如下雨滴，
方便的请跪下，不方便的请坐。让我们请 Ada 姐妹为我们做牧羊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救主，我们感谢您，我们怀着敬佩感恩之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平安健康，赐予我们这个机会和福分，每个安息日我们都带着此刻这样不平凡的心情来到你们面前，来敬拜赞美歌颂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圣经，感谢您的应许，感谢您的赐福。圣经里面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父啊，我们祈求您能够赐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读懂，去明白您话语当中的真理。父啊，也祈求您能够赐给我们您给我们的能力、力量、智慧、时间，让我们能够传播你美好的福音，分享您的真理，与他人一起来享受您天国的福分。父，我们也祈求您能够怜悯我们的软弱和不配，也能够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在2016年乃至将来的岁月当中，都有您的赐福，都有您的恩赐在当中。也祈求您能够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所有的崇拜项目和时间，我们把自己的人生也完全交托，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祈求，今天我祈求，主啊，听我祈求，请坐。接下来是小朋友的特别音乐时间。
接下来是爱心奉献时间。好，请我们大家低头，我们为奉献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赞美您。
感谢您赐下了这美丽的大自然，让我们居住其间。我们更感谢您赐给我们日用所需和赚取金钱的能力。主啊，我们今天献上十分之一和乐意捐，求主您悦纳，更求主悦纳每一颗乐意奉献的心。主啊，求您赐福这些金钱，让他们在圣工上发挥作用，能够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认识您，来接受您，来跟从您。主啊，您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便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求你将这生命的光照亮更多人的内心，带领他们的人生，让我们一同来奔走这永生天国的道路。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天上的父，我们称您为父亲，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乃是因为上帝您无限的大爱，我们谢谢你。天父啊，求你爱我们，求你饶恕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接纳我们。今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上帝您鉴察每一个人的心，按着每一个人的心不同的需要来赐福他们。今天我们要开始，就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安息日快乐。愿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能够与您跟你们的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一次相信就永远会得救吗？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你只要接受耶稣就会永远的得救吗？昨天当我开车晚上送我们的这个弟兄长征弟兄上飞机的时候，在路上我跟他说，最近接到了不少的收看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节目的华人同胞，他们的来电，还有灵命日两的这些弟兄姐妹华人同胞们，他们对这个节目的一些建议，跟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经验跟我做一些些的探讨跟分享。我心里面老实说，大部分他们的电话都是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基督徒朋友们，华人基督徒朋友们，他们共同有一个观念，
他现在已经接受耶稣，所以他会永远的得救。这让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担忧。如果说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就保证我们拿到了往天国的门票的话，那该多好。各位，如果今天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永远的得救，那该多好。那实际上就是如此。今天我们要明白的，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蒙耶稣基督的恩典得到得救。没有错，我拿这个圣经里面最让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段话，您就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依靠上帝的恩典。约翰福音3:16-18说，上帝，或者说神，有人说神，有人说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词句上面有一些人的看法不一样，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神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上帝的、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耶稣基督能够得救。阿们。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得救的原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说声感谢耶稣。世界上按照上帝的看法，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每一个世上的人都叫做罪人，包含我在内，真的包含所有的传道人、牧师们，都是罪人，都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才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宣扬上帝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诚实的对你说，当每一次我站在这个地方宣扬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战战兢兢，多么的不配，因为上帝是圣洁，我们人却是在罪恶的环境里面长大生存，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挑战。因此当我接到这一通电话的时候，讲没有多久，他完全是哭泣的声音。他已经离开了教会有2年多，没有去教会。他问我说，到底还可以得救吗？我只不过是一个人，跟大家一模一样会犯罪的人，只不过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传道人罢了。我怎么可以跟他说他会得救会不得救呢？我当然不可以这么说，我只能对他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您一定要坚持到底。这位姐妹给我很大的一个勇气，因为她相信，她10年以前借着洗礼加入上帝的教会，不代表她将来能够踏上天国的门。之前我所收到的所有的电话，80%的人都认为他已经是基督徒，所以他一定会得救。感谢主，他们有这样子的勇气。但是很多的人，他们离开主很远了，他们只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因此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重要的圣经的要道，一次相信耶稣，你就可以永远都能够得救吗？我老实跟你说，我巴不得是如此，我巴不得我今天跟那个强盗一样，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到我。耶稣基督就在当下的时候就对那个强盗说，我今天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你会同我在乐园里。哈利路亚。我相信那个人当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
会被耶稣所纪念，因为耶稣他亲口说。但是你跟我，我们就不一定了。我再讲一次，但是你跟我，我们就不一定。柯牧师，你怎么讲这种话？我老实跟你说，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白白的给你，你可以得救，但是问题不在耶稣，问题在你跟我之间。我们要坚持到底才有可能，包含我在内。总之一句话，只要信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永生。我们所有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感谢主，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信？我不用任何我们在研究所里面所谈到的信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no， 我要简简单单，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用的，把上帝宝贵又深奥的道理跟大家来去分享，能够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你要怎么信呢？是的，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但是今天你的相信不代表你二年、两年、三年、四年、十年以后你还是信耶稣。所以有一个信的一个方法，我今天只要给你两个方法就好了。第一个方法，那就是要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相信耶稣基督。你会发现到在四福音里面，上帝儿子的话语，他常常的对问他话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记得吗？如果你读四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很清楚的说，我告诉你，我的话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此我们这种信是要真真实实的相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圣经。真实的信心是必须要有行为的表现。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我今天接受了你，我相信了你，但是你要有行为的表现，必须是信而悔改，或者是说必须是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够得救的信心。我拿几个圣经章节例子跟大家说，当这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本来是渔夫的人，他姓彼，名叫德，叫做什么？彼得，英文彼得叫什么？请问一下，这是学英语的人啊，陈杰，彼得英文叫什么 ？Peter， 这个时候渔夫啊，但是那一天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他居然会讲道。而且讲道的时候，他在讲耶稣的时候，他从耶稣基督的诞生，一直在世上周游四方行善事，甚至拯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然后呢，他是耶稣是如何的来饶恕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的罪的这样的事实，然后把耶稣基督就是确确实实的救主的事情告诉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的时候，这些人目瞪口呆，他们说，这个不是渔夫吗？他怎么讲我们的话呀？他怎么会讲英文呢？他都没有读过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怎么会讲英文呢？现在陈姐也会讲英文哦，感谢主啊，上帝赐福你。最重要的是，彼得居然他所传讲的福音让在场的许许多多的人感觉到耶稣就是上帝的爱子，他们就说话了。众人听见彼得的这些证道，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使徒们，请告诉我，我们觉得耶稣就是救主，是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呢？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们，你过去可能是基督徒，离开了主，来到今天来到上帝的教会，甚至你现在是基督徒，但是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没有觉得扎心，没有觉得圣灵的感动。可是今天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同样的要问神一样的一段话，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你知道彼得说什么？你们个人要做什么？要一个动作，要做什么？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做什么？要一个动作叫做受洗，你们的罪就会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还听不懂吗？没有关系，我在跟大家讲耶稣他说什么。
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耶稣基督来到了加利利，宣传什么？上帝的国，上帝的福音。然后这个时候耶稣他亲口的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做什么？悔改，然后做什么？信福音。因此做一个小结论，真实的信心必须是要有行为的表现，那个才叫做实实在在的相信。那种悔改要有悔改，或者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要求告耶稣的名。好了，什么叫求告耶稣的名？在我还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教会有两个节目，叫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另外一个叫做灵命日粮，请大家务必要告诉您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必须要去看这个电视节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最近我们是在探讨一个基本的圣经的要道，请大家一定要看。而且我们现在从6月1号开始，我们从今天的 TV33 台要转到 TV， 这个叫做 WTV 第28台。为什么转到第28台？首先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带领，因为上帝要我们基督福音爱心奥克兰华人教会做更广更远更深的福音传福音的动作。 TV33 只能够在奥克兰， TV WTV 的第28台，它涵盖了大部分纽西兰南北岛的大城市。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上帝能够使用我们这个474号的基督福音爱心奥克兰华人教会。我要大声的说声阿们，阿们，阿们。真实的信心是要有行为的表现。雅各书2章17节，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雅各他说什么？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的话，他就是死的。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没有行为上面的一个表现的话，在圣经里面，在上帝的看来，你的那个信不是真真实实的相信。第二个，要怎么信？就是必须要永远不断的信。在我所接到的这一群人的电话里面，我很担忧。我担忧什么？我担忧因为他们是华人同胞，我担忧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会得救。正确，就是如此。但是他们很多的人只不过是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罢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信耶稣信上帝要不断的信。什么叫不断的信？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上帝给你的生命为止，或者是耶稣基督再来，都要信。希伯来书3章12到14节，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包含姐妹，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忽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是在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跟你跟我一模一样的话语对他们说的。他说什么？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每一个人，你跟我一样，你现在还有今日，感谢主，天天要彼此的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迷惑，心里就硬起来了，刚硬起来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才有份。看见了吗？但是这些人说，您可能也会说，但是圣经说这个啊，科牧师。是的，你说看看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所以叫一切我们信的人就可以了，就 OK 啦，对不对？因为上帝差耶稣基督来，不是吗？圣经上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乃是要因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难道不是吗？是的啊。然后呢，科牧师你继续听哦，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那些被定罪的人是不相信上帝的孩子，甚至信就可以了。
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可以了。因为我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我哪一天到晚有那么多的时间要去信耶稣啊？我有一开始有信就 OK 了，你知道吗？信并非是一年跟两年就够了，或者是短暂的，或者说有时间性的，而是必须要天天不断的相信，一直到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为止，或者是一直信耶稣，信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好难哦，一直到信耶稣的再来。有没有人信耶稣信的好痛苦好久哦？我们开车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去，比如说要去陶波，刚刚开车十分钟，爸爸到了没有？你听过这种话吗？没有啊。 OK， 我有。我生我女儿的时候带她去这边玩，我们才刚上路，我告诉她说我们要开一个小时哦，才上五分钟，爸爸到了吗？到了吗？沿路一个小时的车程里面讲了什么时候到啊，讲了好多遍，听到我跟我的爱人很烦呢。这些孩子们巴不得马上就到，他们被锁在这个车子里面，被绑安全带，赶快能够解脱掉。但是就像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你跟我们有天生的不用别人教的，就是想要自己做自己想要的事情。上帝叫你做的事情，有时候你就觉得很像安全带一样把你绑起来。我真巴不得不用带安全带。常常的说去机场接人，有些人没有习惯带安全带的，我就说啊，某某朋友带安全带，美丽啊，后座还要带啊，那新西兰真麻烦啊，我们哪里哪里不用带的，前座才要带，所以我偏偏坐后座，后座也要带，麻烦死了。我说对不起，就是如此，带吧。相信上帝并非一年两年就够了，而是必须天天不断的信，一直求，一直信到我们的生命为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跟大家说，分享耶稣他说什么。耶稣说，等一下，这些人其中一个他告诉我，信耶稣就可以了，一次我相信，我保证我可以得救，很好。他拿这个圣经章节跟我说，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二十九节，你听哦，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看见没有？反正是信耶稣以后的人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从耶稣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讲话哦。因此我父把羊，羊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我父把人赐给了我了以后，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看见了吗？所以只要你今天上周已经受洗了 OK 了，哇哦，一次永远就得救了，是这样子吗？好像看起来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终身的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跟主耶稣基督走到底，我们才不会灭亡，你们知道吗？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看见没有？我们要听牧人的话，你知道牧人，也就是说上帝，感谢主，他没有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圣经让我们去读，就这么一本圣经，他的话全部都在里面。永生的道，上天国的 GPS 就是这里。很多的时候 GPS 带你带到湖里面去，你知道哈？这个比较发生的事情多一点，在台湾，中国比较没有。中国也有啊，哦，我们也差不多哈。这个是带我们到天国的 GPS， 感谢主，没有很多本，就是这么一个六十六卷书，感谢主。我们要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他的声音在哪里 ？Hello， 他在这里，真的就在这里。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人性告诉我们说，哎呀，很难做到啊。哎呀，我今天不做的话，上帝还会原谅我吧？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章节，最起码有三四十个章节告诉我们，你今天信耶稣，你不一定会得到永生，不一定会走到你的人生的基督徒的终点。你在当中的时候，你在赛跑的时候，你还听过龟兔赛跑吗？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首先，这个兔子跑得很快，但是呢，它在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它发现到什么？他是可以跑到终点，而且他一定会赢过这一场的赛跑，所以他在他的基督徒的岁月里面，他放松了。只有那个乌龟，他知道，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有努力的往前走，尽他最大的能力跟速度、耐力把它配合好，他才会到达终点。于是当他踏到终点的时候，抬头一看，他发现他是冠军。往后看，发现到兔子原来还在呼呼大睡。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信，不断的信。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五章，第一章五到第十一节。 Amazon 在吗？不在了，我们请陈姐好不好帮我们读这个章节。彼得后书，大家有圣经吗？我总是会拿一两章的圣经没有放在上面，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谢谢，请坐。我们彼此共勉，这是耶稣的门徒彼得所说的。在哪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他亲自所说的比喻，在这个救恩的宴席的比喻里面，耶稣他叫所有的人，告诉所有的人说，你们都可以来到这个宴席。这个宴席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宴席的比喻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们都已经可以信而得救，你们都可以因信称义，但是你们要有行为的表现，那就是什么？你们要接受我的邀约，到我的宴席的场所里面来。这里面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我都给你们白白的恩典啊，每一个人都一样，我都邀请你们来。但是有一件事情，在得救的事情上，你要跟我做的配合 cooperation， 配合是你的脚要走到耶稣基督他所开设的宴会的场所里面。这个时候耶稣就在比喻当中，那个主人就叫他的仆人，代表了天使，我可以这么说，
去呼召，去响应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这一群因信称义的这些人，以行动的表示来到救恩的会场。结果这个人说，对不起，我们还在忙。仆人就过去对这一群人说，耶稣说，我们的这个宴会要来了，要开始了，主人即将要到了。这些人，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有事要做，我们不去了。于是他又跑过去那边对他们说，来了，我们的主人这个宴会即将要开始了，赶快来吧。对不起，我们忙得不得了。仆人就过来跟主人说，主人啊，他们都很忙哦。于是耶稣他说什么？马太福音22:14，耶稣说，因为被召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是非常的少。今天我是在讲出得救那么难吗？各位弟兄姐妹， No。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是已经能够得救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我们可以得救了。但是问题不是在耶稣，问题是在你跟我，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吗？腓立比书2:12，保罗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话，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以为他们信耶稣了就可以了。保罗说 No。 保罗说什么？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常的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更是要顺服上帝啊！就当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保罗说什么？我建立了这个教会，你们已经信而悔改接受耶稣了，但是我必须要继续的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到天下去。但是我听见了，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趁我不在了以后，就随从世俗上面的宴乐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只有我来的时候，你们就说，哦，我们又回来了。保罗在提醒，不是要这么做的，而是要我不在，我在，你们都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要战兢。看见了吗？保罗对哥罗西教会也讲出了这么样子的一个提醒。保罗说，但如今上帝借着耶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了，无可责备了，把你们引领到自己耶稣基督的面前了。仔细听他说什么？只是你们要在所信的道上要做什么？要恒心，要恒心，根基要稳固，要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意思就是说，不至于离开那个福音的盼望。可见一次相信你不一定可以得救啊，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在说话，5:8-9，务要谨守，你要警醒。彼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做什么的？吞吃的人。魔鬼他要吞吃什么人？我这么说，魔鬼会吞吃他自己的孩子？魔鬼，小魔鬼吗？不会的。魔鬼要吞吃的是那一群还没有变成魔鬼的那一群小孩子。谁不是魔鬼的孩子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孩子。他就在寻找耶稣基督的孩子，找出那个目标要下手。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恭喜你，您就是魔鬼他锁定的目标。所以彼得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要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姐妹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各位朋友们，
你会说，那个姐妹真有信心，我怎么没有？那个弟兄真有信心，我怎么没有？各位，你要知道的，彼得说什么？世上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或是姐妹一样的，跟你跟我一模一样，就如同耶稣他人子的形象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是被受试探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犯罪。哎呀，各位，马太福音7:13-14，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话好像跟耶稣很难哦。他说什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是大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呢，那就不一样了，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有一次我们邀请朋友来聚会， 那天我安息天的正道就是要进窄路，进窄门走窄路。下一周他打电话跟我说，科牧师我不去了。我说怎么？哇，要做基督徒要进窄门，要走窄路，我喜欢门是大的，你看我家的门口多大呀，要欢迎人嘛，你们基督徒怎么搞的要走窄路啊，又不是偷偷摸摸。但是这个是什么？耶稣基督劝勉我们的话，意思也就是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了以后，你要继续不断的信，那个门是不容易走的，但是你要继续不断的信，信到您的生命结束，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意思。所以朋友们，今天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带到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吗？如果您有这样子的属灵上面的一个信心，那我恭喜你，的确是如此。但是问题不在耶稣，问题在你跟我当中。好吧，我们来讲重点好不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个才是重点，我们要怎么做？我们都知道理论，那我们怎么办？很简单，各位弟兄姐妹，我不能说很简单，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但是我尽量用圣经的回答来建议大家，来建议我自己跟我的家人，我们要怎么办？因为我们的答案是不是说一次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不是的，而是要持续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生命结束为止。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呀？我们才能够继续有信心到底呀？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希伯来书3:12-14，弟兄姐妹们，你们务要警醒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天天彼此的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啊，科牧师，我还是听不懂，我们要怎么样继续保持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得救啊？就在这里，总要趁着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我感谢主，今天我们奥克兰华人教会的亲友团有100几个啦。我们请问一下，我们现在亲友团有几个人呢？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亲友团102个吗？103个人呢？我感谢主，我自己也是一样，从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 WeChat， 原来 WeChat 也可以让我天天趁着天天彼此相劝。WeChat 上面每天有灵命日粮，我感谢我的太太帮放了灵命日粮，感谢 Emily 姐妹又有其他的一些资讯， Jennifer 姐妹，还有哎呀很多 Lucy 也好啊，这个 Sally 姐妹也好，张丹平姐妹也好，林三兵老板也好啊，营长也好，卫理长老也好，太阳弟兄姐妹也好，等等等等。各位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的亲友团，请跟我们这一群领唱小组的那群比较知道 WeChat 怎么玩的这些人告诉他们，你们要加入。这就是我们培养信心一直到底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呀。
每一天早上起来，你知道这些人多早吗？尤其是叫 Angeline 的那个人，五点就说 Good morning， 上帝赐福大家。五点多好啊！一大早，哇，就有人用上帝的话来祝福大家，害得你今天本来有犯罪的倾向，听到了说上帝赐福大家，哦，不敢犯罪了。这个是很有效果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必须要加入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的亲友团。那我在这里要奉劝大家，那群很喜欢抓来抓去，然后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文章的，请少放一点啊，放一些些可以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的这种多一点。感谢主，因为呢，我们若在基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在基督里面才是有份。第二个，我的建议，我们要怎么样行，才能够今天相信，我们将来不断的信，然后能够得救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 practical 的一个方法，最实在的一个方法。我们请大家一起读，预备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了，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个教友吗？维里长老，我们现在多少个教友？啊，107位教友，你算一算，我们这里有107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几乎有一半以上的我们的受洗的教友，他们不在当中。当然有一些人在国内，有一些人在别的地方，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吧？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各位来，你们，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也近了，你也知道你自己越来越不行了，你知道你不是每天更加的厉害哦。啊啊！我的儿子说，爸爸我越来越强。诶，他是现在正在往上坡，对不对？但是你人到达，请问一下几岁开始走下坡啊？陈姐还是在走上坡的了。对，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要如此。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啊？不可以停止聚会。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最简单不过，而且是最实在的。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要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你如果习惯不来的话，你这个习惯中了撒旦的诡计。你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不来，撒旦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啊，耶稣的话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撒旦说有吗？没有关系啦，一两次 OK 吗？中了撒旦的诡计。上帝有说不可以吃吗？上帝有说你们吃了以后会死吗？他说有有有会死。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听见了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第一次相信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子保持我们可以得救？那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参加星期二的查经，你自己的小组的查经，尤其最容易每周安息日的聚会的崇拜，可以的话一定要来。阿们。这不是我所说的哟，这是圣经说的。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你们要彼此的劝勉。第三个，我个人在我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跟家庭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容易而且是最实在，可以继续给我们有信心的，那就是什么？不住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把祷告看得太简单太容易，最容易忘记的是吃饭的时候你有祷告吗？不住的祷告，你就从你吃饭开始吧。吃饭的时候不要自己吃，等你的先生等你的太太等你的孩子就定位我才祷告，你不来我就不祷告，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家里有祷告的习惯，
从哪里开始？吃饭开始。你以为吃饭祷告啊，就是啊 ，no。当眼睛闭起来，孩子跟你一起闭起来，你的先生不信主的太太不信主的先生跟你一起闭上眼睛的时候，啊，你那个信呢，继续保持下去，都告诉你，真的是如此。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继续有信心来成为救赎人类的这个完成救赎人类的这个使命吗？他的方法是什么吗？他就是在一大清早的时候就去祷告，甚至要他被钉在十字架以前，他到克西马尼园，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说，除了我们这里一个姐妹之外，有人去过克西马尼园吗？我们爱玲姐妹去过克西马尼园，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之前的那一个晚上，星期四晚上，他来到克西马尼园，他的汗跟眼泪啊，他的流汗呢、啊，如血滴一样就掉血。他这个时候多想放弃 ，Hello， 耶稣哦，救赎主，他看见罪恶的可怕，他都想放弃掉，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继续坚持下去，接受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来替科菲利，来替 Laura， 替陈华坚弟兄等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他就是祷告。耶稣他不住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家里面有不信的先生、不信的太太、不信的孩子吗？祷告，好容易讲，但是祷告还是最简单、最容易做到，而且是最实实在在会有成果的一件动作、一件行为、一件信心的表现。请大家说阿们。科牧师没有讲很多理论，没有。单单第一个，不可以停止聚会；第二个，要加入亲友团的 WeChat。哈哈哈 ，Mercy， 上帝原谅我。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亲友团里面多讲出一些灵里的话、属灵的话，彼此的鼓励，彼此的互相的属灵的增长。第三个，互相的提醒自己要。就在吃饭以前祷告，祷告。我今天的正道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次相信就可以永远得救，没有圣经的支持跟圣经的依据，没有。如果一次相信你就可以永远得救的话，英文叫做这种的恩典叫做 cheap grace， 就是简单的廉价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叫做无价至宝，感谢主。因此我在这里要感恩上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主内成为一家人。在教会里面，在一家人里面有吵吵闹闹，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并且在传扬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要坚持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在大家的大家庭里面，有一些人信心会软弱，有一些人信心比较刚强的，所以你不可以停止聚会。第二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用言语，彼此用现代的这个方式来互相的鼓励支持彼此。第三个，我们要彼此的带到上帝的恩典太奇妙，他已经给你给我了，问题是你跟我，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会不会胜过撒旦，
但是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成了，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了，这个恩典是已经给我们了，我们都可以得救了，但是问题在我们可不可以坚持到底。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坚持到底，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都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来带领我们。这个时候我想到一首歌，我的儿子在这里吗？儿子帮我们弹一下这首歌。愿上帝能够赐福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一刻钟，坚持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永远的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一次相信不是永远可以得救，因为在人生的道路，基督徒的岁月里面，撒旦在无时无刻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像你像我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要吞吃我们的灵命，好吗？儿子啊，你弹C调吧，好不好？来，对，来 ，Yes， 来。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拯救我这可怜罪人。前我曾迷失，如今已找到，前我曾瞎眼，如今的看见。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依靠天父奇妙恩典，就是哥哥他山上的救赎，有一日荣耀的早晨，我将与他面对面，都是天父奇妙的恩典。哈利路亚，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拯救我这可怜罪人。你知道吗？前我曾迷失，嗨，如今已找到，前我曾瞎眼，如今的看见。感谢主，这都是依靠天父奇妙恩典，就是哥哥他山上的救赎，有一日荣耀的早晨，我将与他面对面，哦，都是天父奇妙的恩典。一次相信不是永远可以得救，而是要一次相信了以后，你要永永远远到你的生命结束都要跟随耶稣基督。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可以了，这种的基督徒的得救观念非常的危险。
因为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不断的在耶稣基督这个枝子上面要连于耶稣，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要不断的结果子，才不会被剪枝丢到火炉里面去。我们感谢我们的长老，他提醒我们，也提醒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章节，也就是启示录的第三章的第五节，这里面记录到生命册上面已经有名字的人，有一天可能他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你的名字会被涂抹。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一次相信了以后，在这个当中你失了脚，你离开了上帝，到耶稣基督再来，你从来也没有再回去到耶稣基督里面。总而言之，各位，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在这个时候，在网络上面收看今天的电视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一次相信就可以永远得救，今天我实实在在的很诚实的用短暂的时间，用圣经的话语来跟你分享。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话，耶稣不断的透过先知也好，新约的作者也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是要忍耐到底才能够得救，而不是我今天受洗了我就以后就 OK 了。不是，我们要继续的享受主恩的滋味，哪怕是基督徒的生命岁月里面有高山有低谷，我们要坚持到底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我们请我们的诗班到前面来，我们来唱我们的赞会诗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赞会诗歌。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
林中的雀鸟，森林里的小花，你都保护他们，你都证明你是爱着他们的，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你都数过了，您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酸甜苦辣，你也们的属灵的岁月，我们生命里面有多么的干渴，我们属灵岁月里面经历了多少冰雪风霜。天父上帝啊，谢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再次的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典拯救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但是你今天又再次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今天相信并不代表我们能够永远得救，那不是您的问题，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战胜了死亡，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岁月里面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可能会别的问题的结果我们离开了主。今天我们学习的那个就是三样事情，愿天父赐福我们今天参与聚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每一天早上彼此的互相问候，用圣经的话语、好的诗词，甚至是好的影碟，互相的在属灵上互相的鼓励。第二点，那就是求上帝今天就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不可以停止聚会。真的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冰冷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会因为这个弟兄、那个姐妹、那个年轻朋友、那个人的见证、那个人的诗歌等等等等，我们的属灵再一次被点燃。第三个，求耶稣、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每一天祷告的习惯，哪怕是吃饭，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学会祷告。我们的信心简简单单的从这三方面培养起来，当然我们在当中有许多的姐妹弟兄，他们已经有在这个信心属灵上面的功课在做，愿主继续赐福他们，他们不仅造就自己的家人，也能够造就更多需要造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我们所有的崇拜就再次告一个段落，我们愿天父上帝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跟圣灵的感动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聚会已完毕，求主赐恩，经历主圣殿各奔虔诚，求主使乎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在这里，大家可以在默祷后移步到外。